好，欢迎收看《焦点股》，我是朱詹林。主板金融股的爱芬银行，2021财政年第三季净利年增 1.73 倍至1亿3320万令吉。爱芬银行首九个月净利超出预期，分别占风浪投行研究和市场全年预测的86%和88%，主要是净信贷成本低过预期。由于年末通常将面临存款竞争以及储蓄户头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，估计净利息转幅将面临轻微的压力。不过鉴于经济重新开放，贷款增长预料将保持韧性。另外，总减值贷款率可能会缓慢走高，但是行家并不过于担心，因为该银行在2020年的财政年已经预备了大量的准备金。行家上调2021至2023财政年的盈利预测，幅度介于7%到10%，同时目标价也上调至爱令吉25仙，维持买入评级。